知道我来了呀？不知道，赶快，赶快游园的，游园的走，游园的走，游园。诸葛亮啊，天文地理都知道，是本地人吗？是。我们是来采风的，对，我们来采风的，采风，采风，什么？采风，你们是搞美术的？对，搞，我们是搞摄影的，我们搞摄影的，搞摄影，哎，对。没照相机啊，你们搞？今天来采采景，拿手机拍。这是这个园儿经常来吗？经常，经常来，经常来啊。很大是吧？这个是的。月季品种很多，对，现在是正值盛花期。我这还是这才知道这算是月季之乡，对，因为这个你像牡丹之乡呢，我就比较熟了。你像那个山东的菏泽，还有河南的洛阳，这牡丹之乡，月季之乡我还是第一次知道。这个月季很美的。是他们的，国家农业部公示的暂时时间，与我去联合会。你认为是市花吧？对，是花，是花。我们南阳是市花。我们的南阳的月季远销到国外。对。这个远销，你指的是作为鲜花呢，还是作为这个苗木？苗木。对。出口20多个国家了。月季作为鲜切花也不多吧？鲜切花也有，玫瑰一般都是。其他品种吧，那是玫瑰啊，玫瑰是吧？可能就是做苗木，对，盆栽这样。好啊，你们好好采风啊！谢谢你。欢迎习主席再来南阳。欢迎习主席再来南阳。